啊，好啊，然后这首歌呢，哎，是一首非常新鲜的歌曲，昨天还在直播间，昨天晚上的零点，也就是今天刚刚发布这首新歌才十几个小时。这首歌呢，是一首医生哎，医生，哼哼哼，没有啦。这首歌呢，是一首非常倔强、非常酷酷的歌曲，跟我以前的原创歌曲呢完全不一样的风格。然后，其实我自己觉得还好，结果没想到就是发出来大家那么喜欢这首歌曲。之前这首歌的名字呢，其实定了很多版本。都不是很满意，然后最后我突然想到一个，我说这首歌既然那么倔强又那么酷，那为什么我们不用一个这种哼来代替呢？就代替了这首歌的情绪，然后所以就大家商量，哎，好像这个名字还蛮符合这首歌曲的。然后这首歌呢刚刚发行了十几个小时，大家也可以在音乐平台搜索这首歌曲，也不用就是专门去搜索的名字冯提莫或者是哼，直接在音乐平台的首页呢就能看到这首歌的推荐了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这首歌叫做哼，希望大家喜欢这首新歌。
嘴好干，我嘴都干了，你们不喝点水吗？我觉得你们应该也要喝点水，有水吗？还喝喝一点水吧。因为我刚刚看了直播，因为你们前面也是一直在捧场，在呐喊，你们也蛮辛苦的。好，大家一起喝水好吗？哎，都有水，干杯！